嘿，你真的要去人类的世界吗？当然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等10年了耶。你要知道，像我们这些不属于人类世界的生物，是不容易和他们相处的。对呀，我还听说过人类是一群很可怕、很可怕的生物，而且他们还有可能会杀掉我们的，你就别去了嘛。哎，你们两个别胡说八道了啦，我相信。 人类一定是跟我的恩人一样是好人，更何况呢，只要我一直保持人心，就没人知道我是一只妖怪啦。哎呀，糟糕，顾着和你们说话，差点忘记我的时间了。再不走，等一下我爷爷要来抓我了。我走先啊。你说他真的会没问题吗？唉，我们现在只能祝福他。 希望他的心地善良能帮到他。哇，我终于到了耶！ 哇，原来这就是人类的世界啊！哇，这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好漂亮哦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带走呢？ 那些人手上怎么都拿着长长扁扁的东西啊？是可以吃的吗？糟糕，差点忘记来这里的目的了。我要尽快找到恩人才行。只不过，我该从哪里开始找呢？ 朋友，好像遇到一些麻烦哦，请你吃一只狗先啊！哇，哇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你的啊？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其实我刚刚才到这里城市啊，只不过我正在要找我的恩人呢。啊，遇到我们就是你的幸运啦！我们知道你恩人在哪里，而且他还会给你吃好吃的东西哦。 好吃的东西，那你们赶快带我去恩人那里吧。好啊，走这里。哎，你们手上拿着什么啊？怎么有种怪怪的味道啊？你最好乖乖听话哟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会对你做什么。啊？原来你们不是帮我找恩人啊？那我走先了。 怎么了？真是邪怪了！诶，那个不就是我的恩人吗？恩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耶！啊啊啊！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抱歉，这是我条件反射。我叫霍小阳，你有事吗？啊，恩人。 阿兰，你还记得我吗？10年前你救过我一命的。我的印象中完全没有这一回事。啊，我走了。可是阿兰，阿兰，你不可以抛弃我。你看我现在的我没有地方住，也没有东西给我吃，难道你真的要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吗？好吧。
那就让你当我店的员工吧。反正如果薛仁在我上学的时候帮我看店，走吧。谁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的名字叫韩夏，恩人。那韩夏，现在我就告诉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工。好的。那平时呢，你就帮我排排处理书本，然后整理一下位置啊之类的，然后打扫之类的这样子啊，然后帮我看店之类的最重要，明白吗？好。我是说，你要待在我的店，你就要经过一个测试。如果你失败了的话，你就别想待在我的店了。测试？关于什么啊？这个测试就是……去开门吧。好。咦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同类。你好。我听说这里是一间可以接受我们的委托的店，请问是这里吗？就来。欢迎小姐，进来吧。韩夏，你的测试开始喽。好。你的测试就是要帮花妖小姐解决她的问题。等一下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的店不是普通的店，也是接受你们委托帮忙解决问题的店。不过我觉得是麻烦就是了。什么？你的耳朵出现了？不用遮了，刚刚我们遇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真面目了。要不然我那么轻易让你跟着我吗？